里只要是有小朋友或者是有时候你觉得像国小国中都有可能什么拍这个一定没问题。我跟你讲，大部分的职业摄影师遇到小孩子，其实也是忐忑不安的啊、哦。在拍照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建设？因为我们都知道很难拍啊、哦。每次我都会在网络里面开玩笑，每次拍完小朋友血量都要扣一半，后面还要继续拍嘛啊、哦，前面就已经扣掉一半心啊。哦就是一样的哈、哦，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哦，在逗小朋友开心，所以这就是牵扯到这个人像摄影师哦本身有没有亲和力。在座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跟你们讲，如果怎么样把小朋友拍好，就是只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有耐心，没有别的渠道。只有耐心，然后不能对小朋友发脾气。为什么？大家都希望看到小朋友开开心心的模样。你对他发脾气说你不会笑一个吗？我跟你讲，他绝对笑不出来。小朋友不会因为照片好不好看配合你，你只有真的让他开心，你才有办法拍到你满意的照片。这一点让你们了解一下。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拍照小朋友，前面可能已经花掉二十分钟了，在逗他们开心，在跟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哦。这就快门加快了。我刚刚要的画面是要暗的，那再亮一点的话会像这样，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另外一种画面，有点暗。